我是一位摄影师，走过台湾许多地方。让我用镜头告诉你，我心中的台湾是什么样子。台湾有壮阔的高山，一年四季都有翠绿的森林。台湾有干净的湖泊，孕育了许多台湾特有种生物。台湾有诗一般的美景，人们在这里常常走入画中。台湾也有世界一绝的云海景观，是摄影师追寻的天堂。台湾还有丰富的文化活动，龙舟赛、天灯节都极具特色。我们还有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庙宇，在夜晚中闪闪发光。但最璀璨的还是台湾的元宵灯会，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。台湾更有许多传统的古礼，为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祈福。但台湾的美其实是无法用镜头说尽的，唯有亲身前往，亲身体会，才能够明白台湾这块宝岛最真挚的感动。台湾很好，台湾很潮，你心中的台湾又是什么样子呢？